北朔35年，贪官横行，还不够，好色！这绝妙的处子枪，小美人，我来了。草菅人命，众生皆苦，我不过是在帮他们。 慧娘，你在干嘛？你别过来！你过来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正儿，我不想活了。慧娘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那个畜生朱莉的错。朱莉不会放过我的，他还会来找我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还一直要被他糟蹋吗？ 我一直看你这样被羞辱，你一辈子抬不起头吗？不，我要以身功法，我去找他拼命。那爹娘怎么办？我们的清风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我去死。不，这样我们就都解脱了。慧娘，我可以去告状。 告御状，我赢得可以告倒他。长海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一个给爹，一个给娘，照顾好清风，告诉他，娘很爱他。慧娘，慧娘，娘，慧娘。 慧娘，奉主府命令抓人，快追！哼，你若放弃去告御状，大人可饶你不死。丞相，高官朱莉贪淫无道，我一定要讨个公道。那就去死吧！放。 走！若是这世道不公，我就换了这世道。河堤苦力苏长海，揭竿起义。 一路攻城夺职，逼宫杀境，改国号一大夏，新皇登基，万象待兴。啊！拜谢新皇，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陛下有密报，吾儿清风还活着，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传着令，800里加急，赶往丰县。第一件事。 迎接太子，第二件事，杀贪官朱莉。是，陛下。大师兄的旋风腿可真厉害。是啊，大师兄，不好了，嫂子去观音庙求子，被人亲薄了。 什么？你再过来，我就去死！你愿意为我去死啊？哎，你还我法子！过来拿呀！看见没有？他往我怀里扑！啊，婉娘，没事吧？ 公子，老爷请您速回。算了，走吧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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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歉。
要道歉是吗？ 道歉，还要不要道歉？怎么样，还要道歉吗？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住的孬种！你算了，算了，师兄，他是县令朱大人的儿子，怎么无关惹不起？你武馆，武力在权力面前，不堪一击。螳螂乾坤，掌事行凶，难道这天底下就没王法了吗？带着风险。 老子就是王宝，我要，金峰，带上来，金峰，今天就算当街把他睡了，信不信你连屁都不敢放？你住手！放开我！师兄，算了，师兄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王娘，放开我！ 你死定了！罗前方不异常人，杖打八十大板，再押入大牢，必须5年。走。进去。银河官斗哪里斗得过呀？大家都是这样熬过来的。 我一定要继续上告，如今圣上得了天下，可见他这靠山深不可测。你要告他万万三思。我打！死路一条，我们走。诛仙，汉无天日，我定会层层上告，就算是告御状，我也要讨个公道。 陛下，离丰县还有2日可达。好，朕已迫不及待与乌儿亲王重逢。圣上正在亲临丰县的路上，切记，不可再惹出事端来。爹，您放心。啊，报！大人，苏清风他。 逃狱了！什么？爹，他肯定出去告状去了。妈，徐府大人带着圣上指令来丰县了。快，捉拿苏清风，定不能让他把状告到徐府大人那里去。快去！是，见此逃犯者，速速上报。哎，这人是谁呀？这是苏清风啊！哎，这不是，走去看看。走走走。苏大侠，哎呦，好汉呐！你做了我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啊！你这是在？ 听闻徐府大人要来，我要把这暗无天日的风险给捅破，为了万良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大家。好啊，好啊！你能不能帮我们一起告啊？好，好，我都记下来。我家梁天被收了，把着我的铺子。 就因为我而反抗，被朱离无视战活活打残了。
还有那税收收到了10年后，一个月没交上，竟然偷偷放火烧了我们的屋子，那可是几百年的祖宅啊！我们的屋主深渊呐！是啊，这叫我们怎么活呀？主审府子的罪孽，罄竹难书。大家放心，巡抚大人。 一定会给我们个说法。这巡抚大人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一定要帮我们。快走！快走！快跑啊！快呀！快走啊！快跑啊！快呀！快快跑啊！耶！ 巡抚到，闲杂人等必让。巡抚大人，在下苏清风，含冤请命，求大人明察。 你这是作何？我要白日见云霞，夜里举火把。我要这朗朗乾坤，世事有王法。为一口气，为一个礼，我要走到底。快把他带走！我，巡抚大人，这就是个脑子坏了的逃犯，我们马上带走。快点！且慢，冤案，我看这个案子还是择日重审吧。巡抚大人，谢。 大人，赵大人，您初次来我们丰县，定要尝尝我们的土特产。最近胃口颇佳，这点儿怕是不够吃吧？ 赵大人，幸亏今年丰县大丰收啊！这个案子还是要重审的，走个过场。 不要让那个人打扰到圣上回乡的心情，到时候你我九族都不够住的。下官明白。上堂。 今日本府坐镇，朱大人一定要秉公执法。是，在下绝不徇私枉法。都起来回话吧。哼，巡抚大人，在下苏清风，还望大人替小的做主。这第一状，告的是县令之子朱昌欺辱我的妻子。 苍天作证，是你家娘子非往我的怀里钻。小的作证。你们，好，这第二桩，他驾车回我右腿，
换妇碾压。苍天作证，是你蛮横霸道，拦着马车不肯让。小子作证，那马儿受了惊，横冲直撞，伤了腿。苏清风，你能怪了谁？明明是你。大人，在下朱昌也有冤屈要禀告。好，请讲。我要状告苏清风、林婉娘夫妻二人串通一气，故意勾引我，只为讹诈钱财。你说什么？大胆刁民苏清风，此罪可属实。这是黑白颠倒，空口诬陷，你可有证据？请人证。清风无儿，朕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快，你给我加快点。大人，大人，小的该死，小的也是鬼迷心窍，才帮助大师兄把朱公子骗来观音庙。婉娘她早已在那儿等候，说是朱公子有钱，他在。二师弟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她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放肆！公堂之上不可胡来。是他们用钱买通了证人。大人，我们还有物证。这是我们在苏家搜出来的白银，上面有朱家的印记。这。就是他们讹诈的钱财。诬陷，这是诬陷，我不可能拿他们的钱。苏清风，你贪心不足竟然还打我。大人，这朗朗乾坤还有王法吗？有王法吗？大人，请大人明鉴。混账，你怎么还有脸贼喊捉贼，当街喊冤？证据确凿，你可认罪？欲加之罪，草民不认。无耻刁民，来呀，大刑伺候。这罪你们认还是不认？不认。这罪你们认还是不认啊？这罪你们认还是不认啊？不认。我们不认。我在家太残忍了，不可能有人受得了五块砖。他要是坏人，他早就招了。你们这是屈打成招啊。就是啊。你们到底认还是不认？我苏清风咽不下这口冤屈，我愿以我的性命请苍天见忠奸。好，本官必让你亲口认罪，省得你们说本官屈打成招。来人呐，放下来。爹娘。爷爷，小儿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恶意敲诈，必是全家合谋。来。
来人，将罪妇林婉娘杖打80大板。婉娘，婉娘，狠狠地打！婉娘，不是。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，你早就该认。徐福大人，难道这宫里不是正人心的吗？难道这衙门不是断公义的吗？快看呐，下雪了！这阴天怎么还会下雪？这是冤呐！肯定冤呐！冤呐！冤呐！这天大的冤情啊！是啊，这鬼飞雪，冤呐！冤呐！真是冤呐！冤枉啊！冤枉！苍天呐！难道伸张正义有错吗？难道不忍冤屈有错吗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陛下，下雪了。六月飞雪，必有冤情了。快，加快点速度，一炷香内必须赶到奉献。趁巡抚大人今日坐镇，你们还有什么冤屈要禀告吗？这我和婉娘的罪可以认。但这里还有其他百姓的冤屈，请巡抚大人明察。字字句句都是奉献百姓的气血所言。皆为荒唐言。哦哎哎哎，起来！官官相护，原来你们都是一路人。您看审得如何？还有什么遗漏吗？又没有杀人，你如何定他死罪？如若他再越狱去告那御状，该如何呀？谢巡抚大人的点拨。放开他！当年你是12岁，你的爹娘都是我杀的。狗官！哎，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姐夫。刁民苏清风，蓄意谋害朝廷命官，按律当诛。哼！明日5时，出斩。爹，仁儿，狗官，报！大人，圣上已进城，马上就到奉献衙门了。现在就斩，没时间去刑场了。快叫刽子手来！狗官，你就不怕有报应吗？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在丰县，我就是天，我上面有人，除了皇帝，谁敢动我？你今天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
陛下，据情报，太子就在彭县衙门。好，走，撤，走，撤，撤。大人，刀已磨好。嗯。情报，不要！大人，大人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们错了。是我瞎捡，是我不该勾引朱公子。大人，一切都是因我而起。晚娘，大人，金凤是无辜的，求大人放他一条生路吧。孩子不能没有爹，我求求您了。本官说过。绝不徇私枉法，刀下留人啊！大人，大人三思啊！今天我定要杀鸡儆猴，赶快行刑！赶在圣上来之前，砍了！苏清风愿以命换青天。万娘，我的屁啦，谢谢我只会不能陪你们走完这一生了。娘，爹娘，我们真的错了吗？狗官拿贝来，狗官拿贝来。谁是苏清风？我是。我的儿啊，真的太子了。狗官，今天定把你碎尸万段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是何人，竟敢擅闯公堂。你一派胡言，口出狂言，见到本官还不跪下？你好大的官威啊！快跪下，怕你承受不起。哎，快吧，快，来不及了，圣上马上就要到了，快继续砍头！我看谁敢动！怎么有几分像当今圣上？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当年的河堤苦力。这么多年你还没死啊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我可生怕你把我给忘记了。看来不是圣上。当年就是因为你修建失误导致堤坝溃塌，死伤多人。放屁，颠倒黑白，你可真是狗官啊。哼，你口出狂言，竟敢藐视本官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，跟苏清风一起砍头，我看谁敢拿下。岳林君。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这个死逃犯他竟然跟闭嘴。哎，我说这位大人，
我儿何罪之有？你竟敢！我看，朱大人可是朝廷命官，你竟敢对你哥！大人，没事，你。你们仗势行凶，目无王法！我要禀告当今圣上，诛你九族！住口！圣上就在你面前，大可以现在就告。那不可能！拜见陛下！都起来吧。他就是个河堤苦力，他怎么可能是神勇威猛的新帝呢？大胆，竟然敢串通一气，蒙骗本官，罪该万死。来人呐，放肆！瞪大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玉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看，朱大人吓尿了！天！完了完了，我们朱家完了！陛下，臣有眼无珠。臣冒犯陛下，替陛下恕罪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请陛下赐我全尸。赐你全尸？哼！我必将你碎尸万段。当年你贪污公款，导致堤坝坍塌，死了我多少个兄弟？你可知道，那是多少人的儿子？多少人的丈夫，多少人的父亲。不仅如此，因为我去深渊，你这个高官竟然凌辱我的妻子，害她惨死，我告状无门。好，老子就改了这青天。现如今你和这小畜生儿子更是变本加厉，带着锋线肆意妄为，一手遮天，为所欲为，还有你，官官相护，枉为百姓父母官。老臣知罪。莫要以为告饶投降就可以继续鱼肉百姓，朕不是好糊弄的，朕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铁汉子。陛下饶命！饶命！来人呐！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把那三人绑起来，新仇旧怨，今日一起算清楚。饶命！陛下！饶命！陛下！饶命！陛下！饶命！六月飞霜啊，大家的冤屈，连这老天都不忍再看。今日，我以大夏新皇的名义，命令你们。行使你百姓的权利。好好好。陛下，老臣知错了。陛下我错了。陛下饶命啊。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来，从你开始。谢圣上。呸，臭狗官，让你占我良田。不要。不要让你辱我妻子，我打死你！不要！叫你抢我店铺，爹，儿子为你报仇了。陈郎，你可以安息了。这世道终究是变了。是啊，终于有人给我们老百姓喝毒了。狗官，去死吧！去死！禀报陛下，三人已断气。残害百姓，死有余辜。大家的冤屈，朕会一一为你们做主。谢谢陛下，谢陛下。但像这种狗官，不知道还有多少。把这三个狗官的皮扒下，悬于公堂之上，警示后继之官。好！谢陛下。明察秋毫，为民做主，
长出恶气。原来这世上，当真还有公道，当真还有王法。当年你十二岁，你还记得爹？儿啊，爹一定找最好的大夫治好你的伤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大夏太子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爹，你真是我儿长海，不孝子苏长海回来了。爹，儿啊，活着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清风，爹，爷爷，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慧娘。娘，爹回来了。慧娘，为夫终于为你报仇了。为夫会带着咱们的儿子回归朝堂，坐拥大好河山，享乾坤盛世。你就安息吧。父皇，儿臣还不想回朝。什么？父皇，如今山河依旧满目疮痍，我之前发现朱棣买官的记录，他还长期大量向凉州的官员行贿，数量之大令人发指。我上面有人，除了皇帝没人敢动我。这些狗官都是导致娘悲剧的根源，若不顺藤摸瓜将他们背后的靠山通通推倒，那么死了一个朱棣，还会有赵立、王立、马立、周立，百姓依旧苦不堪言，还哪来的坐享盛世啊。如此说来，凉州的三大官刺史、别驾、长史，包括司马、六曹都有嫌疑。具体的名字我还没有查到，但朱立他戏称这三大贪官为贪心的猪、好色的鼠、狡猾的蛇。儿臣请命，彻查凉州三大贪官。那你可有什么计划？儿臣是想隐瞒太子的身份，扮为钦差大臣去巡视凉州，以身为饵，钓出那贪婪的大鱼。好，那朕就封你为钦差大臣。拿上方宝剑。是。赐你上方宝剑，可先斩后奏。另外呢，你带上李总兵护理周全，切记一定不要横冲直撞，以命硬刚，一定要智取。儿臣定不辱使命。万娘，我此番前去也是为了给喜儿，给我们肚子里的孩子一个清白的盛世。我知道。等我回来。等一下，苏大人，苏大人，等一下，苏大人，苏大人。苏大人，苏大人，您就收下吧。苏大人，苏大人，舍不得，收下吧，舍不得了，乡亲们，收下吧，路上别饿着，生好护生活。乡亲们，大家放心，
我一定会还凉州，还丰县一片晴天。乡亲们，回去吧，请回吧。苏大人，一路保重啊！苏大人，一路顺风啊！一路保重啊，苏大人，保重啊！他饿死了，快吃了！大肥肉给我，大肠肉最香了。凉州境内百姓饿到当街分尸尸体的程度，放开我孩子！爹，爹，救我！你放开我！到凉州了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我们要尽快杀猪、灭鼠、斩蛇。在下凉州刺史范腐败。在下凉州别将范谭武。在下凉州长史沈忠良，拜见钦差大人，还望范大人备上最高档次的接风宴，为我家苏大人接风洗尘。那是应当尽力的，我等可不敢怠慢呐。正事不管，只管享乐和排场。只有假装成为狗官，才能更快调出狗官。来，大家举杯，欢迎钦差大人巡视凉州。猪鼠蛇必在你们中间，今夜就是一场鸿门宴，好好享受吧，这会是你们人生中最后的狂欢。爹，少喝点，别暴露了。明白。咱们要先看一看这苏大人是清还是浊。苏大人，今日的庆功宴可还满意呀？好啊，好是好，但好像缺点什么。哦，但说无妨。人无品，不可与之交也。若没有嗜好，哪有被攻破的口子？所以您得有个癖好。我家大人一喝酒就爱舞弄书法，其墨宝飘若浮云，娇若惊龙，总被识货之人高价收藏。那太巧了，我们凉州就盛产最顶尖的笔墨纸砚，不知我们大家今夜能否有幸一展苏大人的墨宝呀？这盛情难却啊，那在下就献丑了。真是荣幸啊。哎呀，着实让人期待呀。苏大人请。且慢，我还需要水和毛巾。哦，这是干嘛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哥哥，这怎么还脱鞋呢？别急，爹爹，艺高人胆大。
各位大人，本官写的这个字如何啊？拿着网子去抓鱼，鱼只会躲起来，但饵撒出去，贪吃的鱼自然会上钩。好字啊！哎呀，苏大人，你写的这个中字笔酣墨饱，神韵天成啊！好啊，笔若游龙，力透纸背呀、啊！哎呀，行云流水，入木三分呢、啊！好字，好字，妙，实在是妙啊！苏大人，过奖了。哎呀，各位大人，本官写的这个中字，能值多少银两啊？这明显是在问我们要钱呢、啊。看来是一路人呐、啊。各位大人，我特别喜爱这幅字，可别跟我抢啊！我出60两。果然上钩了。范大人，只要你喜欢呢，这价格都不是问题。且慢啊，苏大人这幅字呀，日后必定升值啊。60两太低了。我出80两。哥哥呀，我出100两。150两。200两。250两。且慢，我的好弟弟，你今天是非要与哥哥争吗？差不多够了。哎呀，那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，让给哥哥。哎呀，请。恭喜范大人喜获珍宝啊！恭喜范大人，好字，好字啊！很快，上钩的鱼会因为贪心不足被欲望撑死。沈大人，你觉得本官这个字写得不漂亮？苏大人，下官实在不懂这风雅之物。家中还有妻儿老小，告辞。仲良，沈大人，抱歉，苏大人，我们接着喝，请。苏大人可是圣上亲封的钦差，今夜务必拿下的。我们也不必再隐藏了。弟弟，该给苏大人上点真家伙了。所有婢女们要好好劝酒，要让大人们喝尽兴。要是大人们没喝酒的话，哎呦喂，我实在是喝不下了，再喝就要吐了。大人，求求你了，你再喝一杯吧。哎，不不不，大人。我实在是酒量有限，大人，求求你了，大人，不喝了。大人，我错了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我饶了你。这来人，拖下去！哼，不可暴露！都看清楚了啊，这就是不好好劝酒的下场。大人恕罪。范大人，你家婢女生得如此丑陋不堪，让我这些美味如何下咽呢？这些婢女可都是我庸脂俗粉，哼，比不上京城美女半点，都给我轰出去吧。好，下去，都滚下去。
苏大人，怎么年纪轻轻就被委任了这么大的官？哎，苏大人，千万别告诉别人啊！哎，只要你有这个，别说是钦差大人，就是宰相这么大的官，我也能买到。真的假的？下官查到，这范腐败家底深厚，出了名的爱攀比斗富。那正好，我要让他自己把贪污受贿来的家底通通都抖出来。范大人，激动什么呀？对了，范大人，你怎么才买了个刺史啊？是不是家中银两不够啊？嗨，不可能，就算江南首富也没有我范家有钱。啊，是吗？我范家用糖水洗锅。我用蜂蜜。我用蜡烛当柴烧。我用檀木。我出门要用50里的紧步杖。我100里。我有半条街的商铺，1粮仓的黄金，20担的白银，就连私宅我都有6所。很好，你每炫耀一句，就在挖深一步你的坟墓。就连我们范府的一口吃食，都是一口千金。一口千金，不知是何物啊？哼，上。好香啊！烤乳猪，哎，不就是个烤乳猪吗？苏大人，有所不知，此乳猪可非同一般。首先，要在凉州找66位乳娘，用价值万金的山珍海味喂养他们，然后用人乳喂养乳猪28天，才会入口即化，唇齿留香，一口千金。苏大人，这第一刀还是得您来。路有恶瓢，而你却暴殄天物，是你无土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贪心的猪！很快，看的就是你的猪头了。就这还一口千金，还不如我平日吃的河豚比这鲜美100倍。还是苏大人见多识广，带着猪滚下去。妈的，怎么有人比我还贪？好了，前菜也吃的差不多了，该给咱们苏大人上点正餐。哦，什么正餐呢？大哥请。来人。嗯。这是。苏大人，这轮盘被分成了4份，每个面积上写着5、6、7、8。数字越小代表所在的轮盘面积越小。被射中的几率也就越小。当然了，数字越小惊喜也就越大。这么玄乎其玄，这是什么惊喜啊？来吧，苏大人，看看你的运气如何。
要是射不中呢？司大人，这边。上次我喝多了，射死了五个婢女，才射中轮盘。没事，司大人，尽管射，射中为止。哎，差点把最好玩的给忘了。哎，给司大人蒙上。是。好，太好了呀，苏大人，你竟然射中了五呀，这可是最高级别的惊喜啊。大人竟然射中了最小的面积啊。苏大人真厉害呀。是吗？范大人就别卖关子了。来人，把我给苏大人准备的礼物拿上来。轮盘数字代表年龄，这三位只有五岁。司大人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救我！爹！原来你就是那只好色的树木。抓住他们！范大人，你把这三位送到我的住所去。哼，先救了他们，再来收拾。带下去。二位大人，今夜的款待让本官是大开眼界。苏大人，客气了。我看这新地都不如二位大人会享受啊。苏大人，凉州此地天高皇帝远，不然哪来的银两孝敬大人呢？苏大人，今天晚上我们兄弟二人可是拿出最大的诚意了。苏大人，还请回京之后多多美言两句。日后一定鞍前马后，任大人驱驰。朱树，今夜就是你们最后的晚宴。苏大人真是喝尽兴了。陈孝一刻值千金，苏大人，我就不留您了。二位大人留步，在下先告辞了。苏大人慢走。请。啊啊。大人，这两人必定是那三大贪官中的朱和鼠，为何刚刚不用尚方宝剑将其斩杀？狡猾的蛇还没露面，不可打草惊蛇，想要杀他们必须智取。你打算何时动手？我看明天就是忌日，适合杀猪。大人，合同宴已备好，现在需不需要属下去请范府办？不用，我要让他求着上赶着来送死。你看我们凉州的百姓多好，真的是安居乐业。我听说京城高官送给苏大人的河豚都已经到凉州了。哎，苏大人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哎，这怎么传的到处都是？
苏大人，我听闻河豚此物闻一闻忘忧忘愁，吃一口飘飘欲仙。您看这个河豚宴。范大人，这河豚何其的珍贵，是有价无市。苏大人，您就让我尝一口，钱不是问题。哎呀，既然范大人亲自开口了，那就没有再拒绝的理由了。哎呦，多谢苏大人。行了，我大夏有多少百姓，实不果腹，你们却在这里大享口舌之快。这个沈大人还挺有意思的。哼，假正经。范大人请。苏大人请。大娘这是想用河豚的毒素来杀猪。苏大人，这河豚宴就开始吧。范大人请吧。请吧。苏大人，属下听闻这河豚此物处理不净会有剧毒，一口毙命。属下对这河豚呐、真是又爱又怕。范大人放心，这些河豚都是京城的御厨精心处理，800里冰封加急送过来的，保证无毒。是吧？哎，你这多耽误一秒，河豚的鲜美就多流失一分呐。苏大人，此等好物，这第一口您先吃。范大人啊，你是客人，这第一口自然是你先来。哎，苏大人，你我何必分主客呢？再说大人您的官阶比我高，这河豚又是大人您的挚爱，于情于理，下官都不能动着真修第一口。范大人，那在下就不与你客气了。鲜美，太鲜美了。哎，范大人放心了吧，快请吧。哎呀，哎，范大人别光顾着吃，来喝一杯。哎，谢苏大人。好啊，美酒配河豚，可谓是入口即化，唇齿留香啊，简直是人间至宝啊。范大人怎么了？这是
怎么会有毒？这你为什么没事？我当然没事啊！我跟你说过的河豚无毒，我怎么会骗你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河豚无毒，在你的酒里有毒。我把河豚毒素下在了酒里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本官？为何？因为你买官卖官，大肆敛财。因为你搜刮民脂民膏，奢靡无度，因为你贪污受贿，鱼肉百姓，你的那些铺张浪费，是凉州百姓快要饿死时的一粥一饭，是凉州百姓的血汗钱、救命钱、棺材本。我问你，你所犯下的罪孽，还不够你这只猪死一百次的吗？你不也是大官？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！本官的尚方宝剑，上斩谗臣，下斩贪官。尚方宝剑是圣上所赐，你是太子，你不配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你这只猪安逸的生活结束了，从今天你将会成为一只真正的猪。殿下，太子饶我一命，太子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啊。好，解药。大人，真的要给他解药吗？信我。不过，这是你名下所有家产的捐赠文书。你先画押。嗯，不是，这。死得太轻松，这罪孽怎么能偿还？可是大人，放心，河豚的毒素已入脑，就算能救回一条命，智商也超不过三岁，蠢笨如猪。死亡是最轻松的惩罚，他不配。听说刺史范腐败大人吃河豚中毒了。哎，范大人吃太多了，连解药都救不了。你看如今是这副模样了。活该。你看看现在。活该，死贪官。不得好死。吃，就知道吃，怎么没吃死你？哥哥，是爷爷，滚开，死肥猪，刺我身上了！爷爷哥哥，大家快来看呐！范腐败大人在魏中毒前签订了这份文书，他承诺卸任后所有家产都捐赠给凉州百姓。大家快去拿吧！这好事，真的好事！哎呀，这太好了！本来就是抢的我们的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！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范大人，我也不知啊，但这白纸黑字亲笔画押，总不能
趁他吃啥就违背他的意愿吧。你真把钱都捐出去了？好吃啊！你有病啊！那薄荷都有什么好吃的？把自己吃成这样？喝的好吃，可好吃。下一步就是灭鼠了。范坦武有十八房妾室，依旧欲求不满，经常光顾青楼。哎呦，二位公子面生得很呀。范坦武范大人平时都点哪位姑娘啊？范大人呀，范大人每次来都会点我们怡红院的花魁竹桃姑娘，而且一夜八字金枪不倒哦。这些就不必说，退下。谢谢大人。我要让这老鼠死在他自己最喜欢的米缸里。走，开我，快点，不想死给我老实点。各位公子，各位客官，大家来看啊，顶级美人香宁姑娘今晚在此拍卖初夜权。大家看她的身子啊，保证完璧无瑕，保证国色天香，价高者得。现在开始拍卖，起拍价50两。60两。这位公子60两，还有没有？70两。70两了。100两。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20两。估150两。150两的来了，还有没有？我出1两。你他娘的算什么东西，敢在这里搅局！钦差大人啊，钦差大人，是小的月无助，冒犯了大人。大人，喂，我出1两，还有人比我出的高吗？走，那好，这位小姐的初夜权就是我的了。来了，公子。公子久等了，请慢用，已经为您啊洗干净了。你怎么，大人是对我的容貌感到失望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……那大人为何满下？我其实是想……狗官，去死吧！狗官，去死吧！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谋害本官？我父亲本是凉州官员，就因为不愿与范坦武同流合污，被御家治罪处死，全家上上下下难为你。于为娼，你们这些贪官都是一丘之貉，我杀一个是一个。你走吧，我买下你，俺就是想放你走。我才不信你会这么好心，受死吧，狗官！实话告诉你，我是本朝的太子。什么？我来凉州就是为了杀这些狗官。求太子为民女做主，还父亲一个清白。为报答太子，民女愿以身相许。不必了，我已有妻子。那民女愿一辈子为奴为婢，跟随太子。快起来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我会为你父亲平反正名。那民女又该如何？
才能报答太子殿下。我有一个灭蜀计划，正好全美人所掌握。只要能替父亲报仇，就算让我死都可以。好，到时候你听我指令。这该死的范贪污，他把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全都拿去讨好那个花魁竹桃了。还不够啊？我们要以范贪污的名义帮他把竹桃宠上天。听说这水果比黄金还要珍贵呢，范大人可真是宠你。范大人说了定会为姑娘赎身，您定是范大人最爱的女人。听说啊，范大人要休妻迎娶您做正房呢。都说这世上皆是薄情郎，我三生有幸遇到了范郎。范大人，家妹苏宁儿从京城来凉州游玩了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画本里的仙女走了出来。范大人可真会说笑，在下苏宁儿拜见范大人。啊，不必多礼。苏大人公务繁忙，要不这凉州就由我来领着小妹到处走走吧。哦，那就有劳范大人。在下无比荣幸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竹桃姑娘，可以洗漱了。你叫我什么？竹桃姑娘。你叫我什么？范夫人。这就对了嘛。要是再叫错的话，我就划烂你的脸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滚。范夫人。范夫人，范夫人，我是范夫人。宁儿小姐，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是我哪里惹你了吗？你没有惹我，是我自己气我自己。为何看你英姿神武，我就忍不住心动？你当然可以对我心动啊。可我听闻你最心爱的女人是那青楼的花魁。哎呀，这难道我还要跟一个妓女去分享自己心爱的男人吗？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请宁二小姐放心啊，我一定与那竹桃划清界限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那你不许骗我。明日我就向您的哥哥去下聘礼啊。哎呀，你真坏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听说了吗？范大人给苏宁儿下了八项聘礼呢。什么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搞错了。范郎明明那么爱我。苏宁儿他算什么东西？范郎。我待不了多久，搞快点，不赶时间呢。你爱我吗？
我爱你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娶我？娶你？我为什么要娶你啊？可那些不都是你送的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啊。你不是说要休妻娶我吗？啊！你疯了吧你！你可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的贱货，还想让我接盘？哎呀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臭婊子，我可是凉州别驾。行了啊，别胡思乱想了。影响情趣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以后不会再来了，我的新夫人不喜欢。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温存。来吧你。好，最后一次温存，最后一次温存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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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得了花柳，所以你啊，命不久矣。那就让妾身陪你共赴黄泉。儿啊，儿啊！夫人，你快去把朱大那个贱人给我杀了！我进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那十八房妾室还有下人都走了。把范府也都搬空了。你说是吗？小五、小七、小十六，他们不是说最爱老爷的吗？他们说每次被你碰都觉得恶心。夫人，你怎么来？还是你对我最好。我来也是和你告别的，我要带着你的钱和我的儿子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没错，是我的儿子，不是你的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你凭什么给我戴绿帽子啊？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，你不会抛下我的。让你失望了，范大人。苏大人，是来看本官笑话的？没错。我来给我的灭鼠计划收个尾。什么意思？进来吧。灵儿，你是最爱我的，对吗？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们做的局，包括我弟弟的死，包括苏宁啊。看来也不是那么蠢吧。你为何要这样啊？难道我给你的礼还不够大不够多吗？送的越多就越是罪该万死。我可是朝廷命官，
你要是敢杀我，你会被株连九族的。你会身患花柳而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论到株九族，我爹可是当今的皇帝，你诛我一个试试。什么？你是太子？懒得跟你废话。 是，说，凉州的高官中谁是蛇？你说什么呀？什么蛇呀？凉州有三大贪官，贪心的猪，好色的鼠，狡猾的蛇。你弟范腐败和你分别是猪和鼠，我费尽心思就是为了不打草惊蛇。 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说，我都是将死之人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啊？看来留着你没什么用，为你父亲报仇吧。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，在这个动物的世界里，是容不下正常活人的。人的结局只有两个，要么变成动物，要么变成死人。你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父亲，女儿今日。 就杀了这个畜生，替你报仇！我知道了。 知道谁是蛇了，刘小姐，谢谢你。你父亲说得对，在都市动物的世界里，是容不下正常活人的。若有一个正常活人，他只能是更疯狂的动物。谁才是那个正常活人呢？沈忠良。苏大人，下官实在不懂这风雅之物。 家中还有妻儿老小需要照顾，告辞。我大夏有多少百姓食不果腹，却在这里大享口舌之快？他就是那最狡猾的蛇。先生大人，大人，他们那边发现了端倪。该来的总会来。 那就好好陪他们玩一玩，小心烫。谢谢沈大人。沈大人，拜见苏大人。我这深夜前来，是为何事啊？哎呦！ 沈大人吃的咸菜馒头都发霉了，我给你换换吧。万万不可！苏大人，下官已经吃习惯了。<笑>哎呀，你这一方高官，就吃这些粗茶淡饭？当官嘛，本来就是为百姓做主，是百姓的奴仆，哪有比百姓还贪图享乐的道理？ 我沈某一生两袖清风，问心无愧。是啊，看看沈大人，连衣服都打着补丁呢。不过，这个范谭武范大人举报沈大人贪污受贿，苏大人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，清者自清。我沈某坦坦荡荡。好，那本官。 就例行检查，还望沈大人见谅。请便，走，给我仔细的搜。是。
走。我沈某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吃百家饭，穿百家衣，后来寒窗苦读中了状元，绝对不会忘本，更加不会对不起百姓的。对，而且我信佛这么多年，坚信善恶有报，天道有轮回，不敢做一点亏心事儿。大人，没有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看来沈大人是一贫如洗。哎，沈大人，您那银两都藏哪儿了？藏在……这沈大人也被查了。沈大人是好人呐。对呀。苏大人，你都听到了，你们这样对着我纠缠不放，有损本官的清誉。我沈某这一辈子，不图钱，不图利，就图一个廉洁如水的好名声。你们现在说我是贪官，真是比杀了我还要难受。这里怎么有口棺材？大人，在里屋搜到了奇怪的东西。我们在里屋发现了一口棺材。活人屋里摆棺材，什么意思？这怎么看都有些奇怪吧。苏大人，你不会以为这棺材里面放的是金银珠宝吧？那只有打开查看。来人，开棺。是是。不可，万万不可啊。任忠良，你越是这样我越有开棺查验。大人，这里面只是我家母的遗体，你们就这样贸然开棺，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啊。听闻令堂去世已久，他的遗体不入土为安，还摆在家中。沈忠良，从实招来。千真万确，这里面真是家母的遗体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相信？眼见为实，我便会信。开棺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。放下。娘，儿子对不起你啊。真让你们看到了，这里面有你们说的金银财宝吗？有吗？这里面不过是我可怜母亲的遗体。到死都不能安息。你怎么不把棺材埋了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家母生前的时候想留些归客，早回老家，可是我连回去的盘缠我都没有，就这么一拖再拖，一直放在府里。沈大人呐，你身为凉州长史，每个月也有不少的俸禄，怎会穷到如此地步？苏大人，你知道我凉州百姓有多少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吗？下官每月的俸禄都施舍给百姓，我实在是身无分文了。就算你们把下官的祖坟刨了，也找不到一块铜板了。看来沈大人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呐。行了，苏大人若无其他事情，下官还要去街上给百姓施粥。不送。是本官打扰了。娘，
告辞。儿子，对不起你。大人，我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不会，他一定是傻。人在哪个地方腿最软，他的嘴就会最硬。嗯，查查他平日里最喜欢去什么地方。是。属下打听到，沈仲良最常去的地方是成佛寺，说是为凉州百姓烧香，为大夏苍生祈福。沈仲良最常拜的就是这尊佛，一个月要来十来次。扶我上去。原来如此，沈大人，谢谢。之前误会沈大人，实在是抱歉。我已向圣上请旨，拨款重修佛像，明日就开始施工。那就替凉州百姓感谢苏大人。苏大人，下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告辞。今晚，咱们就斩蛇收尾。快快快，快，快搬走，慢点搬，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，对。沈大人，干什么呢？苏大人，我来帮你解释。这看似是一尊普通的佛像，可这么一刮，这怎么还有真金呢？莫不是这尊佛像是用纯金塑造的？怕是凉州三年的赋税也不过如此吧。大胆沈忠良，蛇心皮人皮，恶人装忠良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不如实招来。大人，是我是他，我只收金子，每收够一次我就给佛像镀一次金漆，然后再用颜料盖住。所以你常常来拜佛，就是来欣赏你贪污受贿的战利品吧。你拜的不是佛，是你自己的贪欲。苏大人，可是我从来都不敢花这个钱的。苏大人，这可是重罪，要诛九族的。苏大人饶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铸的这尊金佛是多少凉州百姓的血肉和冤魂？可是当今世道如此，如果我不贪，凡是兄弟也会贪的。天下这么多贪官，凭什么只抓我一个？少废话！今日你死罪难逃。苏大人，看来你确定不给下官留活口了是吧？你不死，凉州饿死、冻死、冤死的百姓如何安息？好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围住。没想到吧，这里不光有这尊佛像，还有我养的死士，等的就是东窗事发的这一天。不愧是狡猾的蛇。哼，明天凉州城就会传开苏大人来凉州视察，
不幸病逝。苏大人，这个死法你可喜欢？那你这胆子还是真大。那都是你逼的，反正神头所头都是一刀，不如拼一把。你妄杀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。说得好啊，苏大人，那得看你有没有命活着走出去，把他给我抓住。拿来吧你。既然苏大人喜欢抓贪官，好，那我就用这把斩贪官的尚方宝剑碎了你的心愿。给我拿下。是。是。你是太子殿下？幸亏太子殿下提前让我们来，果然你早有准备。狡猾的蛇永远都会有后手，我们要比你更狡猾才是。太子殿下，老臣知错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样让老臣带罪立功，饶老臣一命啊，太子殿下。你看他们同意。凌迟，这个死法你喜欢吗？太子，太子，一人骗一块蛇肉，别让他死得太快。是，殿下。不要，不要过来，不要啊，不要过来，不要，不要、啊、只要我在位一天，就绝不允许权势者作恶，绝不允许老百姓被欺辱，生我者父母公卿，养我者天下万民。谢太子殿下做主。嫩草怕霜，霜怕日，恶人还需匠人磨。我要白日见云霞，夜里取火把，我要这朗朗乾坤，世世有王法。爹爹，我愿以身立命，重塑清风。清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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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过来！过来啊，清风！哎，快过来呀！快过来！快过来！清风，来啊，清风！累不累呀、啊？来，清风，清风，大娘这来。爹娘，那臭小子，喜不喜欢啊？啊，喜欢。